是晚餐时间，我今天要来煮大约三道菜和一道汤的料理。要煮白芦笋排骨汤，所以我现在正在穿烫排骨，就让它那个血水出来一点，这样子排骨才不会脏脏的。像这种骨头多的排骨啊，它缝缝里面就会很多血水在里面，穿烫之后就会很多那种黑黑的杂质泡泡跑出来。把它穿烫一下，这样子汤的颜色会比较清，也比较漂亮，再来汤也比较没有腥味。汤的腥味主要来源还有一个是猪肉本身的问题。假如这个猪肉它是比较不可口或不新鲜的话，它的猪味道也会比较重一点。排骨穿烫好了，那要不要水洗可以自己决定。那因为有时候我都很懒得洗，我就直接把它夹一夹放到锅子里面。今天我会用Toshiba电子锅来煲汤，这一款电子锅煲汤还蛮清澈的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，就是可以煮饭也可以煲汤。虽然十人份电锅对我们家来讲是比较大的些，但是它可以来做炊饭料理，里面可以摆一些肉类或料就很方便。因为我们家自己本身的电子锅是三人份的，所以其实很难做一家吃的炊饭料理。那这次这个十人份的电子锅来合作，就带给我一些方便。穿烫好的排骨加上过滤水，水面要高过排骨大约5公分，因为是要煮汤，所以水可以多一些些。那加一些米酒可以去腥。选单选汤品模式，炖煮1.5小时。那1.5小时是它最少最少的炖煮时间，那就没办法蒸更少了。那我们就按下炊饭开始炖汤。这1.5小时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，包含切菜备料，然后或者是中途可以去休息一下也没有问题的。厂的老板教我芦笋要从这边开始往下削，削好的时候我会稍微检查一下，假如上面看起来粗粗的，我再会多再削几次，然后尾端会折一下，因为尾端有时候会比较老，那可能就不小心剥掉一些这种丝丝的，可以顺便去撕一下。芦笋切的长度大约是5公分左右。像这样很多渣渣我就会稍微冲一下。这两个是今天的主菜，干丝炒牛肉，牛肉是全联社买的一板牛，然后这个白玉豆干也是在全联社买的。我牛肉回来我有时候会把它移到一个保鲜盒里面，这样可以延长它的保存期限。然后牛肉切一下，大约切1到2公分宽度。这个我已经切过了，但是因为我想要炒豆干，所以我再把它切小一点。我都会这样子折起来，再捆上橡皮筋做收纳。虽然没有很漂亮，但是它就是很实用。
的厚度大约是不到一公分。那如果想要厚厚的切，就直接切下来也是可以。那因为我想要它有细丝的感觉，所以我想要对切一下。这个蒜头等一下要炒青菜还有炒牛肉用的，就大约分一下，一半来炒牛肉跟豆干放在一起。那这些要炒青菜，有时候会淘夹包，我就放在一片叶子上面。像这样子就可以少洗一个盘子咯。炒牛肉可以找配一些蔬菜，那我找的这个是糯米椒来做搭配。糯米椒香香的不辣，它有点青椒味，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吃也没有关系，假如他们敢吃青椒的话。切大概这样子，长长宽宽的就可以了。干丝炒牛肉的搭配完成，一板牛、豆干丝、蒜末和糯米椒。这个是面肠，买回来后可以冷冻保存。那因为我现在要煮饭了，太晚退冰了，所以它还硬硬的，所以我直接切它来做料理。如果它可以来得及解冻，或者其实也可以用微波炉解冻，它上面可以剥下来一丝一丝、一片一片的，这样子煮也非常好吃哦。如果来得及解冻，它就会像这样，上面是软软的，那就可以剥成一片一片的，这样就很好吃了。面肠来不及解冻，但是我想吃，还不是还肉。这个是剥好的面肠，刚刚有些退冰的，我就慢慢把它剥下来。不要剥得太小，它像这样子一块一块的就可以了，稍微有点厚度它会比较有嚼劲。这个是中间的心，它比较硬，而且其实已经也剥不太下来了，因为它中间是比较是一团的状态。那这个部分我就会用切的把它切薄一点，这样让它们两个之间的口感才不会差太多。可以搭配茭白笋，但手套不好切，小心切就好了。因为我刚刚切到手了，所以我去包起来，大概大概吧。晚餐已经备好料了，道菜是糯米椒干丝炒牛肉片，第二道菜茭白笋炒面肠，第三道菜炒大陆妹，我们还有一道汤品白芦笋玉米排骨汤。这个锅具是 Neofriend 的陶瓷锅，陶瓷涂层它比较需要延长加热时间才会达到比较好的不粘效果，所以我会比不粘锅会多热个30秒左右，来确定它的效果会比较好。
那我会看一下锅温，如果像这样油变得这样滑滑的，就表示锅温已经达到一定了，也可以用手感觉一下，那感觉已经有点烫烫的，再多等一下再下锅。我们大约再等个几秒钟，我先从炒面汤开始，因为炒面汤比较需要时间，再来炒面汤假如不小心有点冷了，它也是还蛮好吃的。像这有一些已经有点金黄色就差不多了，不用煎得太焦，要不然等一下会觉得它太硬，大概50%-60%有上色就 OK 了。小白笋放进来，这也是要花时间炒的，其实糯米椒一起炒也很好吃。加一点点油，拨一个位置，我要来用酱料了，一点糖，豆瓣酱，哦，快没了。我用的是千岁豆瓣酱，
后一道菜炒蔬菜。炒蔬菜很简单，锅温不用太高，微温就可以炒了。锅子直接用热水加进去烫青菜也很好吃，可以准备洗锅子。在过程中我是没有加水的，因为莴苣类的蔬菜本身水分就很多了，所以我就用锅子的温度去炒它，它出水了把它拌一拌就可以起锅，颜色就会这样翠翠绿绿的。炒蔬菜，现在汤还有19分钟要煮好，我把白露水放下去让它慢慢煮。这锅汤的中间有冒一些小泡泡在炖煮，所以我大约预计给它煮个10分钟左右应该就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先把它盖起来了，以免温度又降下来了。今天的菜都黄黄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装饰它一下。小番茄和芝麻是我们今天装饰的好朋友，每一道菜上面都撒一点点，但是青菜我就不撒了。糯米椒、干丝、蚝油、牛肉、小白笋、炒面肠，还有一道汤品白芦笋玉米排骨汤。我们的晚餐完成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啊，好好喝哦。